慧宁时间印象日出 Impression Soleil Levant。 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 Claude Monet， 而印象派的印象一词就来自于这幅画。1872年11月13日早上7:35，莫奈的这个作品完成了。我们看到在这个作品当中呢，它描绘的是晨雾笼罩中的日出时刻港口的景象。莫奈用轻快跳跃的笔触刻画了在宽阔的海面上光的反射与颤动，用美妙的光的变化与运动展现了迷人的景色，给人以一种日出水光相映烟波渺渺的印象。下一集我们继续欣赏印象派的作品，我们去看看雨天的巴黎街道。慧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